预备，三、二、一，开始。郑鹏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郑鹏开球。欢迎您通过熊猫 TV 平台观看中国石家庄2018乔氏杯中式八球国际公开赛中国区选拔赛第二阶段64进32 TV 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刚才上场冲球的来自天津的郑鹏，对阵屏幕右侧来自辽宁的球手王鹏。对，比赛依旧采用21局11胜12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这两天 TV 台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嗯，您说。这个两位球员的名字的最后一个词哎，对，总是相似，是或者姓氏相同，哎，对吧？王岩、王小倩，是郑鹏、王鹏，嗯，对吧？还有这个张道伟、乔凤伟，是。很有意思啊，不是姓重叠啊，这个名有一个字相同。对的，两位球手啊都是属于是中式八球的资深的球员。嗯，咱们先说郑鹏吧。郑鹏是来自天津啊。对，我们俩同年啊，同年83年的。嗯，但是在天津台球圈的这个资历啊很老，很老，很老。对，他呢是在这2002年就拿到过成绩。他之前从事斯诺克。是的。嗯，他在2002年到2007年那一段在国内的斯诺克是打得风生水起，曾经在斯诺克的排名赛当中强五的比赛连续4杆过百。嗯，他相当好啊，相当好，非常优秀。而且呢像小刘洋啊，像这个石汉卿啊，嗯，都曾经啊接受过他的指点。对的，有一些资深的教练呢在自己的执教过程之中啊，嗯，自己本城市或者周边的一些人都会闻名而来，是去请教啊。别看这个面容啊非常清秀，但资历啊非常显赫，嗯，能力非常强的一位球员。那一上来青台白球，嗯，没问题，应该没问题啊。郑鹏，那再说说王鹏吧。王鹏在2009、2010、2011年这三年啊，各拿到过这个咱们分站赛的冠军。对的，以前还叫乔氏杯。是的，也是梦之队的球员。对，球风的稳健啊，打法的非常的全面，很全面的。而且在总决赛当中呢，曾经打出过一场比赛零失误啊。是的，抢13的比赛，10炸3接。对的，而且他对手。我还有点印象，也是同样来自于辽宁苏玲。那场比赛确实啊，王鹏是零失误啊，上手炸球局面就特别好，对手炸球不进他就接清。所以说台球比赛是鱼和熊掌必须要兼得的项目。对，但是能做到这个的这凤毛麟角，凤毛麟角。可能你具备这个能力的，但是也要看球局配不配合。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第二局运气。王鹏开球。嗯，早些年间的话，我们这个乔氏比赛里面有一个连续青台奖，就是连摸四，那个时候还是胜方冲球。胜方冲球。但是经常有很多人就是上来连摸3，回首第4盘炸球不进，
首先，大家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让球炸进去，已经不管局面难与不难了。嗯。而且王鹏也是中式八球球员里面比较早的一批开始尝试健身锻炼的运动员。对，大家在画面里等一下仔细看一下。是。王鹏明显比以前瘦了很多。瘦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十斤以上，不止。不止不止，就奔20去了。嗯。马甲上对吧？对，很根深，对吧？也就是说，职业运动员知道自己在该做什么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比如身体的体力和精力不够了，那怎么样能够提高，或者是稳定住，不让它下滑？王鹏啊，王岩啊，这都是。中式八球的一代的这个时代的象征。嗯。但是挺遗憾，这次比赛没有看到陈强跟马志宇的身影啊。如果他们这哥几个在一块儿的话，聚齐了。有意思啊，有意思。是。王鹏是王岩是这陈强是那个家里边有他有一个自己的会所啊，要开业。有事情啊，对，马志宇这边呢是已经淡出球坛很多年了，嗯，暂时在相关行业去工作，对，在其他行业去做。可能我们不太会出现在这个电视画面里，或者是我们的直播平台里面，嗯，但是我们做的事情还是跟台球有关啊，是，传播台球文化。确实啊，看这个腹部的位置，这肚子没有了，很小。因为在摄像机前面啊，人会多少都会照的稍微的宽一点。宽一点。对。你在现场看的时候。特别重。对。为什么那些演员啊，说什么叫上镜脸、巴掌脸、嗯、小脸嗯，最合适。像我这脸就属于是霸屏。但是也不一定啊，对吧？得看什么摄像头，什么样的观众都有，或者说观众喜好也是各种各样。对，总有一款适合你。没错，像岳云鹏那大脸啊，哎，你还真别说，跟他师傅他们都是一脉相传。这一杆角度颇大。嗯。看一看这杆的反角球啊，稳定性吧，而且是不能轻推啊，多少带些低杆发力。薄了一点点，刚才咱们提到了岳云鹏对吧，嗯，这个德云社里面有一个弟子也是特别喜欢打中式八球，而且在咱们中式八球论坛以前还回过帖，你知道这个人吗？我真不知道。不知道吧？孤陋寡闻了啊！我给你提个醒，烧饼。哦。知道这人吧？知道，知道，知道。他是不是郭德纲的弟子？是。这个人曾经在咱们中式八球还回过帖，而且他也喜欢打球。他这个应该是艺名是吧？对，艺名，他本来名字叫三个字，叫什么？嗯、什么杨还是叫什么呀？在百度再查查。是。本来原来在这个中巴论坛里面啊，我也不是敢肯定和确认，后面他本人自己这样确认了，后来才知道的。哦、像演艺圈里边喜欢打台球的还真不少。对，像这个成龙，嗯啊，然后。成龙、孙红雷、孙红雷啊，像香港那边张卫健啊、苏永康、斯诺克还打得不错呢，打得不错。嗯、那个是叫陶大宇吧？陶大宇跟傅家俊，嗯，他们打斯诺克让十几二十分还不怎么说呢。傅家俊让陶大宇对二十分左右，二十分左右还不一定怎么样呢。那这个陶大宇的水平在粤语里也算是高手。嗯，
真的，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是高手。张卫健啊，啊，这杆二号球左上角是肯定要去借力的啊。还有这个香港的这个玉女的掌门人周慧敏，周慧敏啊，跟她现在的这个丈夫，两个人打美式，打美式，台球这项目，不管你是哪项运动，美式啊、中式啊、英式啊，对吧？都会有人去喜欢它和喜爱它。红伞挡住了，这杆球中带七号球又没有，再拼只能打底带。然后白球呢，再下第一杆上去叫三。准的，再走，稍稍有点轻，加杆薄球，我们像随着，因为是第二阶段了，双败淘汰的比赛嘛，对，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知名球员啊就随着比赛的深入被淘汰了啊，像去年上一站我们国际公开赛正赛的球员，像王小倩，就已经被淘汰了。还有大家比较知名的石伟达呀，然后去年参加过咱们公开赛的李一男，啊，对，也被淘汰了。这边董毅、陈双友啊，还有王岩、余光宇，河南的孙鹏，啊，这都被淘汰了。等于说这个比赛啊，对吧？比赛是残酷的，没错。高手之间的过招呢，有可能一分、一颗球、啊一盘球，决定你的胜负。水平接近，而且晋级的名额有限。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错没错，这个难度比分站赛晋级的难度要大。谁都不能保证，像去年的冠军。小刘洋现在已经跌入到败部了啊，对的，不容有失了。这杆就可以打一杆防守啊，说好自己劝。还是打进了啊，而且白球靠库边，我觉得这个位置他本意还是想做防守，他目标球打到袋口，还是不想让他进，还要再防。哇，这两杆球，前面这杆还好说，但是这一杆球可真是太准了。多少还是带着一些控制白球啊，比如说横向走多一点，你红伞还不好薄，但打到这儿的话就肯定是九号往底带打，白球上去了，最差是叫到一个十四右上角。这杆投资的收益率确实是非常好，很多倍以上啊。王鹏这位球员球商是很高的，而这属于是我觉得是天赋啊，属于是天生适合打台球的。王鹏是没有老师的，完全是自己琢磨啊，加上切磋模仿，加上这个有一些个别人可能稍稍的有些指点，没错，就是没有专门的去拜师，他自己一步一步打下来，你看一些视频啊，对吧，动作模仿也好，然后一步一步的摸索过来，真的是很，这就是天赋，我觉得。十秒。学习能力强，领悟力高。就这样的人啊，到哪儿都错不了，聪明，一学就会。都说郑宇博打得准，对，郑宇博在练球的时候，他的教练。说我平时跟别的学员，我说我做三次的动作，
那学员都不明白，说我打一次，那郑宇波再打一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再说两下人就会了。对，领悟能力非常强，悟性很高，这我特别有体会，是吧？对，我的这个启蒙老师跟我说了一个就是出杆的一个发力的感觉啊，我参透，我不怕您笑话，两年就是到底也没说很领悟都到那个精髓。后来在一次偶然的跟人打球当中找到这感觉了，找到了，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嗯，忽然之间就是打通任督二脉，豁然开朗了，是吧？但您说这两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哎，两年就打铁了嘛。真是，所以这台球这个东西，这项运动啊，我就跟爱好者讲，不要太纠结，不要太去跟他较劲，这不是那事儿。刚才这杆红三就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球，嗯，正常是一个十字跑球的线路，但是力量拿捏得好，白球靠后边，红三弹下来做斯诺克，非常有效又简单实用的防守技巧。这个在斯诺克常见。对，往往在我们的平时的练习对抗比赛中，大家碰到这种局面就哎，红三我再拼一杆吧。对，我没拼下，拼下还好，没拼下怎么办，对吧？或者我就放远啊。但是这个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啊。首先要追求的是一个子球跟主球的分离角度，一定要打准。自由球。说这个一般的防守是考虑主球的位置，高级的防守是考虑子球跟主球的位置。嗯。这杆防守到位了啊，拿到机会。第二局，郑鹏胜比分2-0。谢谢。第三局，郑鹏开球。开球时机。10秒。5、4，重新开球。选了冲开啊。对。Thank you.
三局，王鹏开球。本场比赛呢，也是两位选手胜部的比赛，赢球的一方呢，将进入到第三阶段；那输球的一方呢，在稍后的比赛还有这个机会。对。号球有角度啊，打进上来，叫到六，六叫三啊，看这杆角度是叫三号两侧啊，哪个中带？用三向下过渡最合适的位置呢，就是用三最好能先去叫七，把屏幕上最难的七号球先处理，再走，太轻了。红三不好拼的话，下方二号球再过渡吧。确实啊，这杆球红三非常薄的一个位置。这个球失误不应该啊，是不是受到什么影响，注意力分散了？还是不打，没有好机会。防守阶段，中盘肯定这二位是不乏一些耐心的啊，都是很全面的选手，不是偏攻会多那种。进勾还是轻打做防守，十二号应该是漏了。不过这杆十二号球打完之后呢，下方衔接这个十一啊，包括左边的边控十四的球人越来越少了，而且现在不太明确这个十一号左下角有还是没有。还是不打了。这还是没有达到自己的这个意图啊。对。球都没有特别明朗。完全打活啊。嗯，还得是后边再找机会。对。等于这一步有点浪费了。打的就是太正了，穿十四。王鹏放到这个位置呢，就是看你要不要去拼，给你一个十四。边控球给你打，再有一个呢，想贴也没贴住。
后面郑鹏这几个球啊，挺难处理。他也明白。我还是不打。嗯。打完了，万一断了，我成开路先锋了。也就是在这个进攻时机上，嗯，两位选手啊，就是特别善于去等待，或者是找到非常合适的时机再来进攻。整盘布局不达到心里比较满意的情况下，嗯，不会打。咱们老说这话，老话哈，嗯，不见兔子不撒鹰。对。十秒，连十。看看郑鹏这杆球，中带十二号，嗯，还是没有打。并且白球回来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帮进了王鹏一个带口的红一，红三呢中带球也是挤到了上方。回过头来看王鹏啊，七号球左下角底带有接力，白球犯规有吊带，自由球。看自由球的摆放，十一够还是不够，也是干关键球啊，够的话后面直接交位就好好强啊。嗯，准啊。十二号球左边中带啊，角度比较大，十三号球右上方顶带，主球还需要弹库，你是两库过来衔接还是就直接直上直下，看选择啊。两库这感觉刚才那个角度简单一点啊，上去再下来，那十一号就在过渡，比较稳妥一点，因为你抓一个上方顶库左边边库这位置，三号就在那个位置挡着，
你说你是顶不顶他？你顶他，这个不容易出机会。就是要规避开对方的手，这条线路不是最安全的。不顶他，你躲开他，对杆法要求准度要求比较高。斗防守，二号球中带红三，基本上是到位的，用你的三号挡二号，然后中带你薄的话肯定是要往下奔黑八位置来就可以的，就是你有不可预控的这个情况在里面。嗯，这一 K 确实黑八也有风险，摆球下来还把带口二号撞走了，也是拼出了一个机会。嗯，看中带吧。换了。主要还是空位置。看这杆翻带大了一点，对于郑鹏来说，十三号可以直接往里打，白球横向从左边弹过向右边，还是做防守？对对，看这架势好像直接就要防啊，要不要连打带防？嗯，连打带防。现在是考验王鹏的耐心的时候。扎杆，要碰薄边啊，没碰到，又给个自由，犯规。自由球，
白球还是没到位，对，看准度吧。第三局郑鹏胜，比分3-0。谢谢。第四局，王鹏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重新开球，重新开球。第四局，郑鹏开球。10秒。有机会啊，把二号就带开。哎，白球。还好没什么事，要不然这个十五号位置啊，一勾接力吊带可就不好了。看看这个二号球的左上方底带啊，
10秒，延时，看能不能一推一顶啊。感觉这角度好像向右的啊，不太好确定。对，但我觉得这个二号球啊，能打还是要先打，这个位置太尴尬了。两边中带没有打，左边呢是他要挡你，没问题，刚好七号球还能过渡，这不强求白球位置了。是，他本意可能刚开始想上上面推一点点。是。红三，从下边啊，再绕出来。这杆球可以稍稍带一点低杆，贴着十四走。喜欢发力呢，可以走两库。有点犹豫，起来，重新再考虑。尤其是两库较位，千万不要较到黑八下边去，这力量过大，低杆加上旋转在里面。来换了，他还是考虑到可能12号多少有一些挡，有一些碍眼啊。但这么打容易出事儿啊！判断失误，判断失误，这个就是判断失误。这个时候就必须坚决打红三，因为你前面一杆叫到这儿了，而且红三从刚才这个方向向下打绕，比从左边中带吃两库叫位要容易很多。这个绝对就是判断失误，就是你想的不太合理。看王鹏能不能抓住这机会啊？这个局面上能看到，这个十号球啊，很有可能左边底带是有下的，就是12号球的缝隙中间能看的左边底带。到这儿，到时候还可以再攻，但是这把握性就比较小了。这打还是防守？连攻带守，因为这个单色球的局面都在球队下方，放在左半边啊，任意位置。都可以竞争防守。那这回漏了，就是局面打开，嗯，尽可能的将你的十号球向左边库边靠一靠，然后给你机会，堵你一些比如叫位啊，或者是边库球失误。还行，角度也是不错，低杆往回拉，可以叫到9号球左边中带。还带了一些右塞，那这样的话，这个黑八叫中带可能就不太好叫了。低杆再回来叫底带，
第四局，汪鹏胜比分1-3。第五局，郑鹏开球。上一盘的王鹏也是抓住了一个后面的机会啊，拿下一分。这个零的突破是很关键的，对，能够释放掉很多的压力，嗯，以及比分劣势的造成的这种负面情绪。要不然一直就是比如比零、比零、比零这样下去了，就心里会越打越着急，越着急。十号球。好球啊，看这个角度，如果直接不好上去叫十一，那就停在缝隙里边叫九。哇，强行登上去，有这个球强行登上去的话，为什么不叫十一呢？对吧？十一叫完之后，两个底带下来，刚好两边的黑八，中带两边都可以去选，但是现在的话就不好了。可能也想蹬过去，但是这个这角度可能不太支持。毕竟做大了做小了，只有他们心里知道。嗯，对。好了，再绕一下。反正我就是杆法控制的好，绕来绕去。正常刚才这球你推弹直上直下啊，绕一下，就是线路上其实选择也比较多。你经常跟职业球员聊天的时候啊，问他们，我说上一杆球留的那角度咋那么大呀？但进得真准啊！嗨，谁想留那儿？我也不想叫那儿，对吧？谁想这么难呢？都不想难打。没错。再说这个细节，就是这个台球还是要化繁就简。嗯。孙推叫中带啊，第五局郑鹏胜比分4-1，开球中台。
热举，王鹏开球，跳很熟。十秒。开球示意。我们开始射击第二次了，两次失击。对，从王鹏这表情来看啊，现在比分落后，局面不利。继续击打，能不能调整啊？现在肯定有时候着急生气，肯定会有憋着一股劲儿。对，所以需要尽快的调整。说起来容易啊，这只能是他坐在那儿这么这十几年自己来调整职业生涯啊，经验大大小小的这些经验来调整，就没人帮得了你。没错，在现场你只能自己来调整，比如说你去怎么样去想，然后呢把心态放平和。现在上来，那么现在也是没办法啊，那郑鹏也是想抢叫一个比较好的位置，两户上来叫十三，低杆的旋转不够，力量也不够，但中带是真准。嗯，漏了。而且我们看啊，这边上方的一号就左边中带，就开球线下方这个啊，黄一应该也够呛，这局面开放。关键看准度和白球到位率了啊，白球到位率越高，你打起球来越简单，进攻的难度越小。低杆战友上拉，上方还有个五号球，大五交一交二，封一中间啊是肯定够下的，关键是白球呢尽量不要靠扣边。哎呦，这种球不应该失误啊，大鹏啊！就是我们也是会替某些球员啊，觉得这个发挥不正常，很担心。是，但是确实这球丢的有点，再说良心话，啊、对。又给郑鹏好机会了啊！嗯，九号可以留着去衔接八号球，刚好用九号球向屏幕左边叫，八号球打右边底带。上手呢，争取先把十一跟十四这边先解决，放到这儿，
一杆准度，打进十一，白球往前蹬一点点，用十四角球。打十四的话，就相反的角度啊，左上角十一号。已经最少两次了，简单球失误。对，一个是右下方的底带的二号，在之前的比赛当中。这样的失误给郑鹏的话，那对手肯定不太会放过。对，不会放过。直的话就高杆啊，弹一库起来。哎，犹豫起来，再调整，应该就是上库和不上库，做一个重新的判断。嗯。第六局，郑鹏胜，比分5-1。谢谢。第七局，郑鹏开球。开球时机，开球时机第二次。继续接档，两个人的开球时机啊，都是两次。对。就一直在提这个王岩这个瘦身这个事情啊。嗯，以前这个咱们中日八球网上还有网友给他起了个外号，对，功夫熊猫。那现在是瘦版的吗？对，这人一瘦啊，在精神上精气神上来了、啊、对，他板正哈、啊、嗯，所以我们再一次提倡健康规律的生活啊，年轻人。没错，
远离手游。嗯。走到台球桌旁。又是一盘缠斗局啊。确实王鹏的状态并不好啊，并且他碰到这个对手啊，中盘不比他差，或者说也很善于缠斗，不会说从心里边首先比如讨厌啊，我不想去磨了或者不想去控局。对手是斯诺克出身的，本身对于防守，尤其啊，我们在斯诺克比赛里边经常看得到，就防白球上去再下来，上去再下来，能打半小时，这一盘可能都打不完，不陌生。曾经，这个说到这个白球这事儿啊，嗯，郑鹏在早期联系斯诺克的时候，他83的嘛，嗯，然后呢，这个一个白球，一个白球，他曾经是什么呢？一个月就没开过球，嗯。就打这白球，就单独打白球，对吧？对，练单球，推白球，推白球，推白球的这个中心点，比如像裤上推，或者穿球的缝隙回来，让白球不要带出左侧或者右侧的旋转。没错。随着比分慢慢的有些领先啊，这边能看到郑鹏也是抓住一些机会啊，争取先主动的打开局面。再加低杆，也又在卸力啊。嗯，准度好，杆法细。天津以前有一款球台，就是天津本地产的，品牌我记不清了，就带口特别像，很非常难打的一款球台。所以说，就天津球员啊。他们对于这个边控球处理上准度是能力非常强的，就说到天津了，中式八球这个实力版图啊，内蒙啊，天津，嗯，山东啊，这都是非东三省的这个地方的这个，但是能力也不差，嗯，很强。王鹏这边看有没有机会双下啊，一打一贴，有这个球传的不好，漏缝了，而且这杆球看看郑鹏有没有机会可以借点薄边，将五号球借走，这样的话下低杆上去，然后八号球也够打，他在瞄这个位置，或者说高杆走三库都可以，关键借的准不准。K 八了，哎，意外效果，还能借啊？运气来了，这是好球。第七局，郑鹏胜，比分6-1。
八局，王鹏开球。谁也没想到，这比赛一上来，这黄鹏能落后这么多、啊，对，6-1领先。可能会觉得这场比赛是一场非常啊纠结的比赛啊，双方领先的比分也会咬得很紧。但王鹏还是失误比较多、啊。对，确实从17到今年这几站比赛。王鹏的状态一直不算好、啊。防一杆，而且他对手啊，说实话，这郑鹏今天特别严谨，然后抓机会能力还强。他也知道面前的这个对手很强，对，全国冠军呢、啊，一旦给他机会，火力全开，十大反过来了，对吧？十大三阶了就。哎，八号球，这台球这项运动就是一个意志与反意志。嗯，你弱他就强。但话又说回来，他强任他强，他横任他横。明月能照大江。明月照大江。但往往有的时候，咱们在讲啊，这个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啊，就是你真的说你六根接近了，或者你没有这个不受影响了，不太可能，不可能。10秒。要我说，有时候开玩笑啊，我说真能做到这样的人，早成舍利子了，是吧？你是人，你肯定会，但是或多或少你能什么时候调整，这是关键，这你可以控制，自控，对，自控能力比较强啊，自律性比较强。强，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去接触和不去碰，对吧？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无欲则刚，就是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你就非常厉害或者很刚的时候，这种现象，我觉得首先你肯定是要有想法才可以。比如我想要夺冠军了，我要有夺胜的欲望，对吧？取胜的欲望，我才能够在比赛里边可能会打得特别好。那往往大家可能在一些。比如说赛后采访里边，有些运动员会说：“啊，这场比赛的话，我就是抱着这个旅游态度来的，没想到会打这么好。”对，但是就是这样。不缺乏中间的有些个别时间里边，他肯定会去想：“对，我要赢，不可能是没有的。”那是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啊官话，什么是外交辞令，哎，就是说媒体话，对吧？给大家看的。但是他会在这种胜跟负上，他的心态放得特别平。对，我输了无所谓啊，反正是明天我要去，比如说哪个景区啊，或者怎么样。因为最近最眼前的例子，双鸭山那一站，伊格纳西奥跟这个楚阿嘛。对，楚阿就是在菲律宾练了得有一个月。楚阿是要真真正正要打好的。对。啊，这边那个伊格纳西奥呢是陪同楚阿来的。结果楚阿。没有到这个后面的阶段嘛？伊格纳西奥一直打到最后的阶段。是啊，伊格纳西奥就是带着玩。你看他打的比赛里边也是，本身节奏也是比较快的啊。动不动就能拼到点球阶段，完了是点球阶段还能拼进，还能赢，对吧？两三颗。中袋十号，15较直。把15往下面蹬一点点叫黑八。这球我都为他担心。15号是吧？前面如果还不担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前面失误太多了，所以才替他担心。
往前蹬一点点。八局，王鹏胜一分，2-6。谢谢。第九局，郑鹏开球。第一阶段最后一盘球，黄一往底杆回来叫三，三号球再下来。这盘的话，这个单色球局面还是非常开放的。这红三尽量的要调到中带的二和下边的七。四号球还是说位置不错的，可以叫左边底带，尽可能的将白球往下走多一点点，叫中线附近。退赛的时候呢，可以带点反赛，不要往左边走太多，往中间走。有反赛，那这个二角度大，不好停。那是不是打七叫四？有这球，有可能要走两库了。还要再调整吗？前面有一杆，就是应该打下面，大概黑八右边有一颗球的。郑鹏没有打，变了个中带下来。这杆对，还是要尽量先打七号球。八号还得准一杆，第九局，郑鹏胜一分，7-2。开球清台，官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
散庆结束，比赛继续。第十局，王鹏开球。考虑到送球不好啊，这边换位置炸球。过线进球，算两颗球次过线。我觉得既然这杆进了，下面可能王鹏还会在这个位置炸。通常情况下，运动员是不太会去换的，但一旦换了，这个位置能让我进球，我首先肯定是要这样打的。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局面能够得分，我就不会再轻易的去换，就在这个位置打。并且球好悬，但是五号还是个问题。打到这儿的话，就是一打一 K 啊。帮进，然后做防守，思路清晰啊。而且我们一直也在说啊，在哪一侧啊，同侧的位置开球，肯定是容易形成小球堆。这等于说，王鹏对于说这个局面控制上的想法啊，现在是已经产生了。本身比分落后五分，不能够拉开架势跟对方对攻啊。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些中盘控局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把比分追回来。看这局球能不能拿分啊？七号、三号向上走。八号这个位置，两边底带啊都有。十一这边应该也是没有挡。那这杆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红散啊。直接向后拉的话，右边边扣上有个十五号球，这个位置看是不是有点碍事儿？不然的话就是右塞高杆从两扣上去啊。感觉强行蹬的话，这个位置有点偏执。哎，果然啊，右塞高杆撞到黑八了。又是这种半台啊，掉了。又到了刘松啊这边啊正红的机会啊。这边郑鹏还是非常严谨。放到这个位置呢，对于王鹏来讲，这杆白球的位置非常讲究。你拼的话，就要冒着一定风险。
你控白球的话控不好，下方的十五号就在带口，对手可以衔接。关键球带着一些左侧的旋转啊，基本达到意图了，只留给了郑鹏一个远线的组合球，但郑鹏也可以选择不打啊。简单防守策略呢，白球可以弹边库啊，打十二号就右侧，白球可以弹边库下来，用八号、十三号形成防守。进攻的话就是组合球。还是要拼，但是这个位置啊基本上是安全的。看来能看到二号啊，我们这个角度确实感觉上是不够啊。没问题。最好啊能从里边勾一下四号球，分离角的控制。看会不会做一个八号球的右下方底带啊，如果没有的话还得跑库啊，至少三库出来。看准度，准啊，漂亮！第四局王鹏胜，比分3-7。谢谢。第十一局郑鹏开球。加长把上来，这杆球十一号球呢，稍微要 K 薄一点，如果 K 太正的话，力量比较大，十一号容易弹到左边下方。好球，一杆 K 活啊，局面打开了，关键就看啊留一颗球向下过渡。当然从画面上来看啊，最合适的就是这个十号球，右边中带可以向下较久。那就是前面看看郑鹏怎么来选这个十一号，然后十三、十四啊这样的一个次序。在本时段比赛结束之后，
在稍后下午3:20，嗯，还将有比赛。延时，今天就三轮比赛啊，三轮啊，对。明天上午9点比赛继续。推14，叫13，嗯，看这个架势啊，要第一杆停住了。嗯。那13作为一个向下较久的角度，也是非常关键啊。习惯性留大角度，然后呢，横向吃库，再弹过来，第二库吃到右边6号下方才可以。这都跟球员的较位习惯啊。对。有关系。善用中袋，善用底袋。有的球员是善打高杆啊，有的球员是善打低杆，有的球员喜欢横台，有的球员喜欢跑多库。六号下方，擦白球。薄了，这样的话又给王鹏机会了啊！还是刚才这个杆球没有叫好，白球已经靠库边。白球，哎呦，这个球！王鹏乐了，这有可能是漏了，我感觉。他自己也是，就漏在这个边，还是下球的位置。嗯。那王鹏这一乐挺萌的啊。嗯。功夫熊猫不是白叫的，很卡通的啊。10秒，5、4，哎，又漏了！哎，看一号，没挡住啊！这也真是，你如果说上一个出问题了，对吧？还能够，比如说接受，那这个的话，哎呦，真是不应该、啊。他没控制好啊！就正常的效果，往上再摆六，往上顶一下，一样形成这个斯诺克。但对手能不能再给你机会就不好说了。两个人也非常有意思啊，这边郑鹏又是8号叫到了，但是没打进。王鹏又有机会，中带2号球。没问题，6号。
上来先交一，然后一号球、四号球轰三。底杆向上吊黑八，延时。第十一局，王鹏胜，比分4-7。谢谢。第十二局，王鹏开球。没进。嗯，但是左边能看到这半边，就是球与球之间距离特别近。这种侧方位冲球，从咱们现在镜头给的角度，如果白球在左侧冲完之后，紫球更多的是分布在屏幕左侧，对，就同侧方向特别容易形成一些小球堆。顶的效果不理想。10秒。
嗯，他这个要防守了啊。是。只要能贴住。长台，嗯，这也算是抓住机会了啊！是，机会抓住了，那后面能不能再把其他球啊打得同样的好，这很关键。接力，零三再过来五号球。还是问题。这应该留的角度啊也比较合适，直接下来就好啊。你 K， 看效果，红三。关键球啊，是不是被下方的花球挡住了吗？看点头和摇头就知道了。球是不是能看得到啊？对，哎，不太够。哎，小跳一点。这个球还跳后了呢，延时，来看看这杆关键的九号球。再走十二号，还可以啊。这杆球可以有把握的话，直接叫十四，还是叫最下面这个十五号球？做十四是比较简单的，对，做十四相对最简单的。嗯，但如果说你带着防守意图非常明显，就可以走两库叫十五。马甲小心，稍稍有一些小，对，再往右边走啊，多走两颗球，
发力横抬再过来，就是这样的教位的话，就角度容易留的比较直，直，强行教位啊，让后面八号球呢变成薄球。推下擦白球，避免静电的发生啊。非常难的一杆八号球中弹。满分，第十二局郑鹏胜一分，8-4。第十三局郑鹏开球。延时，如果选花色球的话，八号球右上方的这个九号。这个问题肯定是后面要找球去解决。这杆球下来其实就有可能了，不过这个球看看能不能打的低杆比较低，直接上去顶五啊。正常高杆这个角度的话，来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横向的吃库带到啊。黄衣上方再起来没问题，白球力量，力量，这就是运气了。这个真的是有很多人，比如说打完之后这个球就是停在带口，将将掉没掉，但差那么一点点，就像风吹的力量，就掉进去了，就不一样了。刚出完，啊，好运气没有把握住。
哎呦，这边王鹏中单又漏了啊。抓住了这个王鹏的防守失误啊，嗯，这底杆球处理的也是非常工整，应该白球还是有向下的角度啊，可以直接蹬下来。嗯，直啊，我们这么看是有角度，但实际球员这边还是很直，而且没有出赛，没有出赛啊，左赛没有打出来，而且感觉这个低杆效果打的也不是特别明显，很钝啊。如果没有太好的机会上手，可以先做一杆。犯规，自由球。总的还可以高杆弹啊。左边七号球，那么刚刚也是有比赛结束了啊。嗯，我们上午登上 TV 台的李振，李振是被淘汰了。高杆推过来，相反二号球底带，角度刚好是向下，可以从下方啊，高杆在弹弓边上去。三局王鹏胜，比分5-8。
第十四局，王鹏开球。后面这几盘球里边，王鹏啊追的也是非常快啊，落后三分了，20分钟多一点点。但是这几盘追的吧，王鹏还都是在后手，嗯，等待机会。郑鹏这边都是打先手，都是先手，就前面处理的感觉就特别好了，然后后面到八号前面一刻，哎，掉链了。有下就是一打一 K 啊，11号进带。今天郑鹏的运气啊，确实挺好，一直还站在他这一方啊。但如果要拿下比赛的话，还是尽量的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没错，你是占优势，你是占主动，但如果你不能善用，对吧，持之以恒的持续给对手压力，那咱们经常有的时候朋友们戏称啊，说先赢的是纸，后赢的是钱，对。K 红三啊，整盘里边目前看到这个单色球最难就是5号球了，最好打的带口被15号所挡，现在4号球中带能进攻。角度看叫左中还是左边上方底带啊，得看杆法的高低。角度大就继续啊，中杆弹一扣，够直的话就直接高杆往上走，还要弹一扣的。
有把握打黄一啊，留简单的七号球过渡。对，这杆球简单了，对，可以叫中弹啊，就是将这个难度降到最小。第十四局，王鹏胜比分6-8。15局，郑鹏开球。10秒，5、4，比分现在已经追到了2分的分差了啊！感觉这边郑鹏看能不能稳住啊？对，否则今天比赛不好说。16分钟。差2分，不敢说包赢的啊。这杆球又没有过渡好，而且右边中带的9号球应该是被挡了。实在不行，看看这杆球要不要翻带啊？延时，比如说单独翻，或者是翻带传球啊。做防守的话，打十三白球往上放，对方上方有一个6号球，还有个中带的2号啊，是不太好去放这个白球位置的。你要往下放，你很难控制这个13号球的位置。嗯。翻船，
七号、三号啊。双方有机会可以先叫二，二叫六下来，五号球去最后过渡黑八。先上来，他这个二号球位置再调，还是要尽量的调直一点，从下面这个位置走的话可以走两库啊，屏幕的左边过来，八号十二缝隙中间，然后再打二号六号留角度下来叫五。这个位置白球还是靠库边稍稍有点近啊，抬高杆尾，自然向屏幕左边下方角度呢就强行的蹬啊，但是要注意控制啊，这白球如果说想别过头，做到离五号比较近的话就别过头。嗯，好球，离杆一点，第十五局王鹏胜比分7-8。16局，王鹏开球。要不要选单色球啊？因为单色球七号，这边的话可以带开一号跟九号的关系。单色球呢，把这个一号球处理完了，那么剩下的这个局面就很开放。四号球都可以衔接顶，衔接右上方顶带，然后左八，比较简单的啊，或者开线。就感觉这个黄银有可能够单下啊。嗯，那就更简单了，对，看看能不能单独叫位啊，先打四，等下低杆横向过来啊，现在到了一个一七之间的一个选择了，
延时。再走，还是有一点点轻啊，这力量。白球稍微的还是离库边有点近。左边带头五号，想白球出来的话，还多少抬高点杆尾。想白球呢蹬库边出来，而且要力量控制好，不能太大。比分要扳平了。嗯，下地杆直接往上走啊，八号球中袋。16局，王鹏胜，比分8-8。谢谢。17局，郑鹏开球。啊，郑鹏这边开球还是有球下。上手花色很好选啊，15号右边中袋。这盘球里边肯定是要从下边有机会打14向上去够啊，这个黄一跟12的位置。一上来啊，直接定颜色都不打了。看来这郑鹏还是想先拼一杆吗？10秒，延时。嗯，还是先定颜色。不存在啊。不存在不定颜色。是，就冒险。冒险的话，就是有点。而且比赛时间还剩7分钟啊。对，容易出事儿啊。这一分控制好了，时间很有可能就决定胜负了。对头。一冒险。你现在已经是从开场7-2反手让人打了一个6-1，对，就刚说着，嗯，又来了啊，因为你的有机会的局你都没有赢下来，没错，这个球有时候其实就是他会跟着你走的啊，打越好可能你运气或者好的东西就越来越好，但是当你该赢的局往往好几盘球都赢不下来的时候，
就不站在你这一边了。看这个架上，稍稍打一点扎杆还是可以打的。好，没问题。沙翁还能再拼，好球啊！这杆球。算是闯过来了。现在也应该是在看这二号球，首先是翻底带啊，去破坏对方黄一，破坏对方十一号啊，然后白球呢下一些低杆往黄一里面去放，主要就看刚才啊这个黄一跟边扣的缝隙有多大。这个球没进，没进的话，现在郑鹏看看有没有机会传。这颗球传完之后呢，还能进攻，因为首先碰撞的颜色呢是自己的花色球。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哎呦，这个球，看样子逼着自己去打这个八号球上方这九号啊，一旦这个球打开了的话，单色局面是相当好的。还是要打，抡了一杆，六号中带黄一左上方底带，三七。然后向上，有机会可以先叫五。五号打进高杆，轻轻推弹起来，打气向上。肯定是要帮对方球啊，但是白球能不能用黑八，甚至于说对方的黄一来去挡住屏幕左下方的袋口。五号球看看有没有挡住，感觉应该是漏了。嗯，漏了很多吧。确实是够打，虽然够打，但是白球呢就停在了屏幕上方的铺边上，首先是有一定难度，然后呢控制力量上要求比较高。
定是要轻打的，能不能打得进，停得住。加长把加杆，延时，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一分钟。好球，有这杆球位置相当好啊，直接低杆横向走好了，八号球叫左边中带啊，看来要完成绝杀了，是一个多么五秒的制胜啊。五四，回头一看时间快不够了啊，二就够了。本场比赛结束，王鹏胜，你们胜利吧。真的是形成了一个大逆转啊！那么郑鹏这边跌入到败部，还有机会。请双向。下一时段比赛呢是在下午的3:20，我们到时再见。稍后见，各位。